主料，面粉400克，辅料，黄油30克，白糖80克，酵母5克，牛奶180毫升，火腿肠，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除火腿肠外所有原料混合揉成团，温暖处醒发 1.5 小时。醒好的面团排气，揉成团，盖上保鲜膜静置15分钟，擀成饼，放好火腿肠，卷起，切成段，摆好，尽量是直粘在一起，醒发两倍大，入烤箱180度烤15分钟左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最具体的温度要视自身烤箱而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